张春华司马懿之妻，个性刚烈、英气十足的女中豪杰，对外果决勇猛，对内镇得住丈夫。张春华，你这就是不可理喻了，你这是逼着我用家法，对吧？你来呀、啊，你来呀、啊！但她也是司马懿最强大的后盾。你要是有任何的不测，我们这个家的天就塌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军师联盟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